们怎么知道说一个水库离我们那么远的一个水库，那有一群人，有一群人大概就要离开太太小孩，然后去住在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，不打紧，每天还要钻来钻去。所以我那时候第一个感觉是啊，想到我爸爸做矿工了，没有，就是那个黑暗的隧道，天天这样走来走去这样。然后因为他们马上暗，然后又亮，又暗又亮啊，其实像我们一样哦，就是白天晚上这样。可是他们一个白天里面可能要经过好几个白天晚上，所以担心说他们被老得比他们快哦。然后也想到说他们那种工作其实有点像地下工作人员哈，就像我爸爸以前常常讲，会地下工作人员哈，那种感觉。那这些东西我们都好像不经意，我们平常都没有看到他，但是你会觉得他充满的那种神圣跟他的尊严。